李怀基到场为伯贤演唱会应援，三小时享受表演获赞网。一娱乐11月27日报道，韩国演员李准基因拍摄韩版步步惊心力的关系，与在剧中饰演池王子的男团 IZU 成员伯贤好感情延伸到戏外。25日去看 IZU 在首尔高尺天空巨蛋的演唱会，事后在 IG 晒两人靠头合照，他不只是亲自到场为伯贤应援，整场表演中不玩手机的举动更是被粉丝赞爆。李准基公开两人后台合照同时也写下观赏演唱会的心得，说付出了努力和热情有多少难以估量的最棒舞台，深深感受粉丝热情应援与爱的时间真的很厉害，虽然是弟弟但从对方身上学到很多，真的很享受，玩得很开心，最后不忘大赞最棒的伯贤啊。 IZU 首尔第二场演唱会节目后，有粉丝在网上分享说演唱会他就坐在李准基旁边，对方真的很享受表演，且手上砍了三只手灯不停摇晃，伯贤一出来手就狂挥舞，当其他成员在讲话，李准基也很认真聆听，听到素后的冷笑话则大笑起来，三个小时都不曾滑过手机，非常努力在应援享受表演。因李准基观赏演唱会后继成为话题，所以该粉丝又补充表示，李准基说除了距离远以外，高尺天空巨蛋比藏式的场地好，尤其对地区的椅子特别满意。事实上李准基与伯贤因步步结缘后，他去年就曾亲自到场参加 IZU 三巡演唱会，今年再次以行动支持对方，看得出两人私下感情要好。本文来源网易娱乐，责任编辑尹丽丽 NK3689 分享赞。一相关阅读，马伊琍女儿舞蹈比赛夺冠，网友呼啦无权女，来源网易娱乐11月26日。有网友爆料称，文章与马伊琍的大女儿艾玛参加了锦昆杯2017年中国体育舞蹈公开赛，并且她获得所参赛组别的第一名。没想到小小年纪竟然如此优秀。照片中艾玛把辫子弹了起来，身穿西瓜红运动裙跳着优美的舞蹈，整个人都沉浸在舞蹈中，显得非常有小舞蹈家范。网友看到后纷纷评论道，呼啦舞全女太厉害了，一鸣惊人吗？又是别人家的孩子系列分享赞。相关阅读，吴彦祖晒旧照，成龙谢霆锋冯德伦小鲜肉气质十足，来源网易娱乐。近日吴彦祖晒出了一张1998年拍摄的老照片，并且艾特了好友冯德伦和李灿春。照片中有年轻的成龙大哥，还有青涩的谢霆锋和吴彦祖、冯德伦几位好友在聚餐时合影，每个人都笑得很灿烂。当年的吴彦祖和谢霆锋也是小鲜肉气质十足。据悉，这张照片是在拍摄电影《Ren X Corps》中一名特警新人类照的。这部电影在1999年上映，由吴彦祖、冯德伦、谢霆锋、吴镇宇等主演，当年轰动一时。分享赞。相关阅读，马伊琍女儿舞蹈比赛夺冠，网友呼啦舞全女，来源网易娱乐。11月26日，有网友爆料称，文章与马伊琍的大女儿艾玛参加了锦昆杯2017年中国体育舞蹈公开赛，并且她获得所参赛组别的第一名。没想到小小年纪竟然如此优秀。
照片中艾玛把辫子弹了起来，身穿西瓜红运动圈跳着优美的舞蹈，整个人都沉浸在舞蹈中，显得非常有小舞蹈家范。网友看到后纷纷评论道，虎妈舞犬女太厉害了，一鸣惊人吗？又是别人家的孩子系列。分享赞相关阅读，吴彦祖晒旧照，成龙谢霆锋冯德伦小鲜肉气质十足。来源网易娱乐，近日吴彦祖晒出了一张1998年拍摄的老照片，并且艾特了好友冯德伦和李灿春。照片中有年轻的成龙大哥，还有青涩的谢霆锋和吴彦祖、冯德伦几位好友在聚餐时合影，每个人都笑得很灿烂。当年的吴彦祖和谢霆锋也是小鲜肉气质十足。据悉，这张照片是在拍摄电影《Ren X Corps》中一名特警新人类照的。这部电影在1999年上映，由吴彦祖、冯德伦、谢霆锋、吴镇宇等主演，当年轰动一时。分享赞相关阅读，马伊琍女儿舞蹈比赛夺冠。网友虎妈舞犬女。来源网易娱乐，11月26日，有网友爆料称文章与马伊琍的大女儿艾玛参加了锦昆杯2017年中国体育舞蹈公开赛，并且她获得所参赛组别的第一名。没想到小小年纪竟然如此优秀。照片中艾玛把辫子弹了起来，身穿西瓜红运动圈跳着优美的舞蹈，整个人都沉浸在舞蹈中，显得非常有小舞蹈家范。网友看到后纷纷评论道，虎妈舞犬女太厉害了，一鸣惊人吗？又是别人家的孩子系列。分享赞相关阅读。